苗栗县三万乡的内湾村，因正卡国公总理的儿子公开泥土，韩国虽然是对总共海落叶，不过也按多年来虽然问题影响农民耕种的品质，韩国产量，农田水利署就规划判地的公开泥土进行改善工程，分做两期来施工，希望完工过后，虽然为问题来公开，韩国拿来做自费公开示范期。行业里沿采收水利分享农民的成果，是不过树上的配合，使得农民想尽办法处理好水源那个问题，才有个成果。原来是三万乡内湾村水利产期认证提示较高，灌溉的水源对总共还引水，是不过灌溉内桶使用的当中也无整理，农田水利署做来改善问题。那这个系统的功能，就从一开始从这个西边的这个取水，那么到这个做大型的蓄水池，那么再用这个输水系统，那么还有到田间配水，那么一气呵成。那这个整个系统完成之后，那么未来农民他们在取水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低，同时它的这个水也会更加的稳定。农田水利署表示，因为灌溉内桶取水量唔大，加上水塔嘅边有碰嘅物流水，改善防旱天气，外线改善储水设备，改造也输水管线，重建中央水塔，安算十年代做到完工，天一期工厂就针对冲力储水管路重新批制，本也灌溉内桶做得持续稳定的运作。那我想，农水的一个灌溉是我们的农业基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力来源。那我们也希望期待我们，因为苗栗县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灌区外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蔡署长继续来给我们的农业再帮我们加把劲。那县政府同农田水利署也按算工厂全部完工以后，规则的灌溉面积都牺牲贡献，做得天数农民85户，当然也给经济产出有9000万元。客家新闻总制面没有立波头。